想有地看，地有地听，我甘愿为情来受煎。你出嫁孤单，你落嫁无伴，你是我灵魂的使命。用我男人的痴情打拍拼的双手牵你行，在台湾的民间信仰当中，新王爷被当作是阴阳两界上公正无私的司法神明。但是你敢知影帮助新王爷躲在阴阳两界总管叫做阴阳公呢？阴阳公特殊的面容造型，让歹人看了都惊。用世间一切善恶功过，拢是由伊来管辖。经过伊的审查了后，才阁停保予新王爷。因此民间就将阴阳公比作做新王爷的秘书长。今仔日咱的四川台湾，就要来讲一段阴阳公心计案的故事。就伊讲，神龙教条上有报，之前万早唔是无，爱车往事冤受讨，贪官勾结无奈何，阴阳好汉看袂做，决心为民讨公道，心头抓定找线索，神明暗中来保护。审判既然有撇步，要将菜点来起诉，证人怀疑看拢无，逍遥恶毒哪里毒？请收看今仔日的《细说台湾》阴阳公心计案。当年的大考旱，予大家修行受到影响，村民大家是安尼一长久久，两长小短，日子真歹过。啊，今仔日拄的是阴阳公的诞辰，听讲只要压低条件，都当减轻自身的罪孽，替家己带来好运。所以庄仔内保证甲伊的客件问题，都带村民大家压低要来赎罪，希望天后伯啊会当赐缘一寡好水。无事哩，去出去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哎呀，大嫂，我正嘛想要讲，这鸡都怎搞的哩？那安怎挂都挂袂起哩？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奇怪，那挂袂掉，还是要改一下。阿爸，要安怎？赶紧啦，小鸡换了就好了。宝姐，我弄啊，大力啊，我弄啊，大力，大力，我弄啊，大。阿多的，宝姐，我阿多死甲你这么凄惨，你一定要替我伸出援手啦，宝姐。原来是你这个善食鬼啊！大母死搁娶到你靠家咧，搞成一查某仔啊！我母死甲安尼不平不平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啦！好啦好啦，恁母想要说，讲我听看卖啦。啊，就是安尼，我透早一夜就看到我阿多吊死的树阿顶啊啦！啊！吊刀就是自杀的，你还跟你讲什么啦？无可能，我讲无感情，伊好足好，而且我阿杜个性阁乐观，伊绝对无可能自杀的，伊一定去害死的。那哪里你有什么证据无？这就是吊死阮某证据。啊！一条线要讲什么证据啦？你还阁有其他证据无？你这么善者吼，恁某一定是无缘对你过苦日子，才会自杀啦。无可能。阮某透死人，毋爱嫌我善。阮阿杜一定是你害死的。我知影，你常常来高高田，对无？阮在少爷，一时我袂讲啥啦。阮达，就是你害死阮某，对无？对无？哇！你即摆真个错爱哈！你真乱来哩！像你即款人娶的某是当偌好啦？阮少爷要娶偌济，钓偌济啦！我跟你拼！呀！娘个！你真乱打！在外面头前拍阮囝，站住！是，囝，我囝，你不要讲，你还替阮做主，阮阿杜死甲不平不平，阮阿杜死甲这凄惨，你不要讲，你还替阮做主啦！囝，囝。
快点！叫你死啦！以前好大胆，今日敢放在小厝？来你啦，干嘛？谁？干你！叫你死！你敢来这？好啊！啥大事啊？老爷，你来家里办会了？哎呦！笑！哦，笑！我高兴。你靠腰啊！你不是你靠腰？我是太会了。哎，当然。哎，真是的。我头是听个听个咯。哎，敢讲这有冤情？这四只红棍啊，哪两条魂？这是用吹死的哦！伊是掉头死的，当然有魂啊！你少人，莫遮顶路啊！你讲伊掉头死的？哎呦，那你目睭嘛在拖汤，这哦根本就是用吹死的嘛！我拜托你，一定要替阮某讨一个公道。好啦，何必用拍架呢？你想咩讲话啦？吼！拜托你。爱替阮主持公道，我一切靠你啊！哎呀，妥当，包在我的心上，哈，无要紧，哈。哎，无人保证大人啊，有人来再甲你伸冤，你无替人出气，你靠个人甲拍，安尼你大人是安怎做法呢？你无资格做保证，你那吐皮听是无？哎，小等嘞，看袂着就要人架死，敢讲在你的眼中，明明这么无值钱笑，这明明就是一个命案啊！啊，保证大人啊，啊，你去问去查好清楚，啊，这么要人拍，啊，你保证大人到底是安怎做法嘞？讲个这个全部啊，有啥物证据摕出来？无咩多乱啦！哎，好，啊，你我来找证据啊！好，我来审判这条草蛇啊！到尾啊，就查讲这个死者到底是不是被害死的啊？叫你好啊！十二月天计划落，我跟你讲啊，乌白来哦，来连管他们先杀不？你唔免假带，我就是要真杀啦！啊，这鬼相啊！好，我先来个审判哦。你这草蛇啊，你竟然啊帮助乡亲的杀人，安尼啊，你跟我讲清楚，到底什么情形？是，你都唔讲话，好。安尼，我来给你架起一下。我无先听你乱啦，你看，小弟，超叔啊，今日要甲我讲话哦。哈，是安尼哦。别跟你安尼去啊，来你啊，跟你去。小弟，公公这条超叔啊，拄只甲我讲啊足清楚的，这个确实是一个凶杀案，无对。你家想看卖，一个人若掉头死吼，伊嘴会开开，嘴就会吐出来，啊，伊掉头红骨啊。会有一个魂，迄、那个魂就是由红才变乌漆。哦，啊，这个死者你甲看卖咧，迄红骨啊有两条魂哦，一条是乌的，一条是白的。迄若是乌的吼，就是用吹死的啦；迄若是白的吼，就是用吹死了后，啊，伊血路未通，才会发生这款情形。所以讲咧，这个死者就是先叫用吹死，才叫用吊起来，无唔对啦。阿你，稍等咧，还佫有一个重点哦、喔。这个死者。你看那个头毛，安尼散散，搁乱糟糟。你想看咩？一人若要掉刀，敢有可能把家己的头毛创到乱糟糟嘞？嘿，保证大人啊！你敢要看见一个人若要掉刀，把己的囝头毛创到乱糟糟？哈？所以啊，你现讲是枉死一条人命，你无调查清楚，你爱拍卡村哦？你，我，你这是咧八卦意思哦？我知影，你即摆真不好，也唔过啊，我会当予你心服口服。各位乡亲啊，啊，咱家唔就三伯哦吼。有啦，我是三伯。哦，你是哦、喔，啊，安尼麻烦你，你甲我检查看麦，看这个死者有其他的伤痕无？好，我来看麦。无诶，无诶啊。检查了安怎？你查西进前，敢那去有人侮辱呢？迄大家用心的嘛知影，迄个歹徒吼，都是孝顺这个死者，一生作祟，唔才甲动手。这确实啊，是一个凶杀案，无唔对。保证大人啊，这边你审判唔对咯。
阿爸，你安尼啊？那阿爸，哎，恁大家拢时间踮遮看热闹，安尼，阮就甲恁搀走。哎，我来走。你这臭乞丐啊！家己讲嘛，家己猜啦，提啥物香来这斗老热？我无时间，我直接听你咧乌白讲，你紧走哦。哎，即摆是啥物情形啊？啊，计想转受气，安尼，啊，你还唔走？哪怕，我走。这个叫做杨生的老伙仔，到底是何方神圣呢？是安怎一个拄到冤情，伊就会头痛，而且佫专门找有钱有势、保障个笨蛋的麻烦呢？到底是啥物目的？靠！你个臭乞丐！敢甲呛声，我做无面子的。阿爸，伊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乞丐，有啥物好烦恼的啦？讲甲轻松啊！老马你，无代无事去侮辱阿头啊，煞来讲阿太死。你拢要想讲哦，你是我的囝，你等于毁毁三手。有时间我来歹插你，我看你要安怎着。阿爸，你哪安尼讲啊？我若无将阿头杀死，这件代志。上尾嘛是逼空的啊，我会安尼做嘛是因为着你失相啊。莫讲较好听，只要莫在路口甲别个查某过过天，我着谢天谢地啊！我想拢无，我无代无志，连你这做客囝，把嘴顾牢吧。阿爸，你安尼讲着唔对啊？你袂记的啊？你一工到晚甲人收乌心钱，我会安尼做嘛是想甲你学的啊。你袂袂甲你收钱啊？我甲你讲，你好好甲调查迄臭乞丐的身份，敢会甲讲？走！知啦，这件代志包在我身上啦。出一个嘴会晓啦，哼！因为怎啊来少年山三年大苦旱，地主民不聊生，官府体察民情，三番两次派人送官银甲米粮来赈灾，并且由保正专权负责赈灾的代志。但是保正却起了贪念。唔得，我叫伊调查杨兄的代志，调查了安怎？放心啦，我两早办好了。进去啊！是。你这个臭乞丐，等我来摸清楚你的底，你的死期就到了。个心虚啦！我看这笨蛋哦，甲保证一定有问题。哎呀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啥代志啊？我拄则看阴阳光迄人啦，一定是阿桃哦、喔，去用阴阳光投诉啦。阿爸，我无想要死啦，你来救我啦！阿爸，哎呦，你较点的啦！这代志规一天来当你怀疑哦，你若惊人知哦，来啦，惊人知，哦，你看我叫他搞，当作无代志，安尼人就袂怀疑你，知无？知知影啦。保长，保长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，你救我啦，拜托了。我提早来，我是要来救。拜托了，拜托了。讲我听看卖，保家大人啊，我来的时阵，民警就死伫遮啦。我想哦，一定是透早吼，溪水涨起来，啊，伊无注意才淹死的啦。恁这是淹死无唔对，我看迄是无一定哦。又可是你这个臭乞丐，你若无想要讨赔了，你上好就紧走。啊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我着急啦！我话若讲煞吼，我家己就会走啦。
我确定这个人吼，一定是冤枉死的啊！啊，一定吼想要伸冤啦！我你这死人啊！啊，你若是要冤屈咯，你唔通讲，唔通咧点点，哎！啊好啊，你这个臭去食！死的是咩讲话啦？你一定是来乱的啦！啊！咪就跟你讲话啊，伊在讲话啊！哪会安尼啦？这好解释给你听。迄老妇那打拳吼，用酒还是用米醋，啊你甲泼落去哦，迄血汁就阁浮出来了。啊你讲伊是阴湿的，啊哪有可能流安尼侪血啦？这明明吼就是用拍死的啦！唔是啦，唔是啦，咪就明明是阴湿的啊！也阁有哦，这唔是命案发生的现场。遐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就是御风台戏的所在，你看就知影。你看，这草啊拢会打到变变变，啊，这吼就是冤家相拍的脚脚啦。啊，恁大家搁看清楚哦。喂啦喂，红酒店的就要出现了，恁大家有看清楚无？哎呦！啊哦哇！哇！这个石头顶端阁有血迹呢。阿明叔啊，头壳阁一卡，这第一证明讲哦，明叔啊是叫这个石头公司的啦。李三，你就是凶手哦。永公，我是你啦，我是你啦，我就是这里凶手啦。暗乱啊，行济哦，就会拄到鬼啦！这杀人哦，爱赔命。宝姐，宝姐，救我！原来你就是凶手，来你，别去！是是，别别！啊啊啊！嗯，刘星，嗯，我是对点这阵的你啊，你调过来为难我，我跟你讲，也感谢你哦，无你死啊真歹看。哎呦，你安尼讲我足惊呢，宝姐。这人在做吼，天在看，嘿嘿，你跟我的缘分哦，今嘛才要开始而已呢。杨生安尼三番两次和收钱心计安尼保证，伫咧村民的面头前来闹鬼，啊，这摆阁拄到庄仔来大炮，怀疑讲因某玉华伫咧鸡汤内底下毒，想要谋害亲夫案件。保证为了要证明家己心眼的实力，来挽回村民对伊的信心，所以讲伊就叫文达去掠一只白鸟鼠啊来啉遐鸡汤。要来确定讲这鸡汤内底是不是真正有毒，伊就是讲安尼是顶真的找线索，都真正会当破案啊哩。吼，你查某人心肝真有毒，啊，敢害死家己翁婿，罪活当真在。宝姐，我是冤枉，我真正是冤枉的啦。恁真不真拢是啥？跟你破案咯，来，来管啊。什么？应该啦，我是恁翁的，连我你也想要毒死啊。你吼、哦，真正是最毒妇人心啦！我唔是啦！哎呦，迄冤枉哦！怎话冤枉？哎，是我啦！又果是你，我叫你甲我斗三工啦！我无想要红关啦，我是冤枉的。那这你做你放心，我会替你想办法。哎，哎，案件已经判决决定啦！阿爹个，你救我啦！哎，小等下，小等下。哎，保证大人啦，这个案件你就安尼甲解决起来哦。哎，你敢袂感觉讲其中还佫其他的问题伫个啊？人证物证拢有啊，你还有啥问题？有一个真重要的物证，你袂记啊？伊还有啥物证？你讲。菜店啦。哎，刘星啊，逐摆我咧办代志拢出来乱，我甲你讲。一摆你若无到正门叫还完弄吼，来掠来乖。那呢，我就真多谢你啊！我以后都唔要做乞食嘛。你，唔难受气，唔难受气。你即摆看我表演吼，来来看看。我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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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我倒，我倒。哎，真相大白啦啦！什么真相大白啦？无半项啊你？哪会无半项？来来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大家来看，大家来看，我过来，我过来，你看，你看。这牙工啦，这因为哦，这个菜店嘛已经足久啊啦，
啊，这个牙工呢，米的菜店内面啊，啊，我来甲剁甲剁甲剁吼，啊，牙工就走出来啊。啊，这牙工本身就有毒啊，啊，甲汤共齐煮吼，啉落去，唔只会去中毒，所以啊，唔是玉华下毒的，是这只牙工啦。保驾大人啊，这边你可判唔对咯。啊！你上计较啦！啊，行动！多谢，多谢你，还多谢你！啊，紧张，紧张，紧张！不敢动，不敢动！多谢。玉华，这一切吼，拢是我误会你啦，莫甲我生气啦，原谅我啦。你别笑笑啦！这个姑娘洗了阁真水哦，不过以前咱毋捌看过。这条布切了阁真水哦，姑娘以前咱毋捌看过你。啊，我是拄伊外地来啊。啊，安怎？这你有介意无？像你这么水的姑娘，我当然介意啊。请你放尊重的。放尊重，我介意你，你应该感觉荣幸啊。啊好啊，你这个小弟哥。看我安怎教死你！你小弟哥，你死好啦！又搁是你这臭去食，你搞我去！我这个无得惊你嘞，你做你来啊！姑娘，你有安怎无？我不要紧啦，多谢你。哎，啊，你的口破去啊！不要紧啦，我替你抱起来。啊，你刚好势。不要紧啦。阿爸，你弟的啊？对了，钱啦。钱叫，一年干多六块花天酒地，干遐讨钱尔。亲像你这波浪人哦，我搁较侪钱哦，都去开了。人讲话成堆家财，成家不好了。阿爸，你吃遐侪钱，歌厅的钱你嘛吃咯？你给我一点仔是到倒位去啊？我跟你讲，吃歌厅的钱，外口也知影，伊叫我太死针。你惊死哦？你惊死就摕一块钱来偷我的嘴啊？无钱啦，就像杨生的臭小囝来吃了哦，一块外口拢无去啦。还要提钱哦，小朋友赶走了。我走，伊毋是会阁回来，不如一刀咬死，安尼伊就袂阁来找咱麻烦啊。安尼哦，这代志互你办啦。放心啦，这代志我处理就好啦。宝姐，少爷，我一寡代志要来找宝姐啦。好，恁小姐咧吼，可以请出来。老爷。老爷，开门啊！老爷，少爷，哪会拢无声？将门弄开。是。阿爸，阿爸，你阿爸死啊！你阿爸死啊！老爷死啊！阿兄阿爸，我无，你讲你无，你代志啊？恁大家看，恁情母情拢伫个，你去讲你无害死人，我要另外证明，无明明就是说的，而且内底就加你讲阿爸尔，你有啥物好解释？不是，宝姐不是我害死，我真正啥物拢唔知影。大家拢看到吼，伊分明就是有讲阿爸无信，才会将阿爸害死的。不是，我甲宝姐无冤无仇，我啥物要甲伊害死啊？你搁想要辩解？你这个出外人一定是小唐阿爸的钱，你才会安尼做。狗母若无摇尾，狗公就唔敢来啊！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！不是，人真正不是我害死的。管家啊，
将伊拐起来，三天后进敌人。是。哇，我爸，你给我放开！你给我放开呀！你不饶我，我就杀你！你爹不好死，要搞你这狂人来了，我哪里死了？我一定搁在这里呐！你害死老爷，国公啊，这位会惊啦！惊！叫阮德上到这个暗门，才搬来庄仔来无几工尔，想要到到底去用偷袭保障身躯边啊？到底这当中又有什么不为人所知的冤情呢？少爷，恁两个先落去。哦，是。阿文仔，我叫你办代志，办了安怎？少爷。你叫我办的代志，我已经给你办到差不多了。你要爱那块万年的风水宝地，我嘛已经给你找到了。安尼真好，安尼真好。少爷，即马代志办到差不多啊，这代志你先提起。代志了后，我会将尾款给你。啊，搁有，明仔载将阮阿爸路送。这少爷，我看这件代志要延两天啊哦。无，恁阿爸都死无偌久，你这紧就要来路葬，我惊这庄仔面会讲冤枉话哦。那是阮家的代志，你免管那多，你着照我意思去办就对了。是，少爷。是安怎保证才死两天尔？阮家都赶紧要请阿文师来看风水，要将老爸路葬呢。这其中有什么弊病呢？阿文师。这什么声音？无代志啦，这地风水宝地，咱是百年难得一个白马穴，所以你以后会当高枕无忧，享受一切荣华富贵咯。少爷，啊，不过这地风水宝地，伊是属水，保证大人，伊是属火，相生相克之下，两者一定会相冲着。那还是要安怎？这无关系啦。太我施法了后，一切都无代志了。啊，不过这个人要暂且回避一下。那呢，阿文师，一切就拜托你了。爷，先来等。是是。鸟为失望，人为财死。保证，要怪就去怪你的不好囝，唔通来打怪。像啊，三更半暝睏，吵死了！啊！阿爸，你别过来啊！这跟我无关系啊！你别过来，怪阿文西啦！这一切都跟我无关系啦！代志明明是你做，你搁什么不乱？是你害死我，我要你的命！大哥！写乒乓哦！鬼啊！啊！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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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快去啊！你快搞了！哎，谁啊？谁啊？谁啊？我啦！我啦！谁啊？是你哦！你无代无事，在我房间创啥？少爷，我去乒乓到老爷哦，死亡完结啦！啊，即马变成一个白军嘞！伊讲伊哦，死甲足凄惨的，要找我讨命啦！你也忘掉哦？啊，谢啊！你敢？咱即马要安怎啦？啥物要安怎？阮老爸死亡亡去，敢有啥物期待啊？嘿，
少爷，啊，当真是不是你？对不起，你搁讲你有代志哦，走啦。才袂大呀，我要紧离开。三七八暝起个叫，哎、欸，阿哥，你哪呢？阿哥，阿哥，你哪呢？哎呦，你的死啊，真惨啊！阿哥，英雄公啊，你着替阮囝伸冤呢，阮囝死到有够凄惨的，阮囝再死到无怨无仇。那无缘无故，我甲害死。阴阳公啊，伊着做主的，我早日找出来凶手哦。我求你。咱这位老兄弟啊，你放心啦，咱阴阳公尽力上。你若有啥物冤困吼？伊一定会甲你斗相共的啦。你是啥物人？哦，我叫做游星啦。游星哦，嗯，哦，你鼎鼎大名的游星哦，我大家拢知讲你足够办案的呢。你话拜托了，你替阮家新闻找出个凶手好无？我来跪。嘿，唔通，我承担袂起。哎，对啦，你讲恁囝有冤困？啊，恁囝叫什么名啊？哦，伊就伫宝城遐做管家啦。哈，恁囝就是宝城因家迄个管家哦。看你的表情，是有啥问题是哦？奇怪，啊，宝城才四年尔，啊，管家谁来死？敢讲宝城的死甲管家有关系？我来搞死你吃啦！搞啊！哎，先看一下，走走走！将迄流放锁，卖互另外人挖过来。然后啥物线索，马上通知我。是。你着管掠出凶手，替我来搞新冤啦！你放心啦。又果是你。那你是要啥货啦？你讲戆哦，都是戆啦！我即嘛是替替死者咧洗空嘴啦。这个死者哦，拢总有两个空嘴，咱暗过啦，这个空嘴啊，看五分，深三分，啊，刀啊斩落去啊，斩断血脉，这就是致命伤。还佫有呢，刀啊斩的这个所在呢，哦，顶悬看，啊，内面画，哦。这不是普通的刀啊！哦，所以讲啊，这一定是插刀。你讲我安尼讲对啊？唔对咧？无你讲看麦，凶手是谁啊？凶手应该是有插刀的人。啥啥啊？我发现就是去插刀。啊？这你看，我讲是插刀，无唔对吼。
你莫甲我讲，这个查刀搁要甲你讲凶手是谁啦？嗯，袂，这个查刀是下高刀，伊袂讲话。啊，无你是咧笑啥？嗯，我袂跟你讲。你，文达啊，起码你已经是接保证这个职务哦。我爱麻烦你啊，甲关内所有的茶壶啊叫叫来哦。啊，因普通时啊咧用的茶刀，嘛爱查来哦。无你先甲我讲啦，你叫茶壶来是要创啥？哎呦，我若甲你讲啊清楚吼，我嘴手就拍夹啦啦。嘿，对，啊你顺便吼，甲抓一包虎神来。你讲啥物啊？我是保证嘞，你叫我去抓虎神哦。对啊，我吼要来审查虎神。叫好心哦，把我这个凶手给抓起来。阿辉啊，大家差刀拢搞出来啊，啊你的嘞？对啊，阿辉，你的差刀嘞？我也知，我早早起就找无差刀啊。找无？因为你的差刀就伫咧遮啦，你就是杀人凶手。破案，这么简单我嘛晓。我无杀人，我无杀人啦。你搁讲你无杀人，啊讲讲是我杀人是毋？你的差刀，咱的命现场，你搁想要辩解？我弄啊，大力，我弄啊！甲关键再讲啦，阿祖，是，大力啦，我无在啦，我弄的啦！稍等下，无正大力啦，你啊着急是要创啥货啦？安怎？你唔服信？好，我着解释予你听啦。第一，按常理来判断啦，这个吼要杀死关键的人，体格你是袂歹。而且你甲看我这阿火，敢若一只牛嘞。第二啦，阿火的叉刀会当咧命的现场，这就是证据啦。阿火就是凶手。我无啦，我无杀人啦，我无。保证大人啊，啊你的体格嘛真好啊，啊你嘛有可能是杀人的凶手哦。你就是要跟我作对啦，你莫甲我讲阿火是冤枉的哦。无唔对，阿火啊确实是冤枉的，伊是被陷害的啦。你有写证据？哦，请你好心放好杯，我要用好心抓凶手。好，我就看你要变什么梦。到时你若抓袂着凶手，我就把你抓起来乖。恁这好心啊！啊！明明知影讲凶手是虾米人，安尼知情不报，我命令你这好心，赶紧把凶手抓起来。啊，那无，我就叫保证大人把你关起来，关到恁头毛死三步。是。哦。我知影谁是凶手啊！恁大家甲看，这桌顶有三支叉刀。谁人好心偏偏啊要沾一支茶刀顶悬嘞？哈？有啥物啊？迄个人呆吼，你看面就知啦。我解释予你听，我甲你讲，迄好心哦，就拄在臭臭味，伊就会歪去啦。啊，迄支刀就是有迄个味，唔才会歪去啊。啊，刀的主人就是阿木啊。所以讲嘞，杀人凶手就是阿木啊。等下，那咧阿辉胖记的茶刀，你咪要解释啦。这我嘛会解释予你听。管家洪太师应该流足侪血的，也毋过阿辉的差刀呢，一点仔血迹都拢无。迄就是阿木啊，偷摕阿辉的差刀呢，等你杀人的现场啦，来诬赖予阿辉啊。安尼你有清楚无？哎，不能笑呀，不能笑呀！你这杀人凶手啊，有啥话去交了讲啦，就拉走。是。多谢你呢，多谢你啦！文公啊，多谢你替我后生抓出真正的凶手，多谢你！老兄弟啊，莫跟我多谢啦，这是我应该爱做的啊！虽然查出来讲阿木就是杀人凶手，但是伊个关家就无冤无仇咧，是安怎要杀伊呢？这其中到底是有什么蹊跷呢？就在这时阵，附近阿梅的这家楼竟然说大火烧了。少爷，无啦，家楼哪里火烧啊？是啊，
我请你来告人，你告到人去有好消息，你是安怎告人的啦？我嘛唔知啊，可能是吼罪犯畏罪自杀，才因为自焚啦。阿妹吼，一定是知影今仔日是要刑罚的日子啊，才放火自尽啦。阿咧吼嘛等于证明讲吼，阮阿爸就是伊害死的。即摆伊人就死啊，嘛算是罪有应得。呀，是。可恶！我受万难啊啦！哎呦，我头壳痛，我头壳痛个，我知影，阿妹是冤枉，阿妹是冤枉的啊啊！提起烟子，小心火烛。嗯嗯哦。头前那像有人个，奇怪啊！但拢遮暗啊，是啥物人啊？伫外口咧乱乱踅啊！啊，阿妹，鬼啊！半暝啊，你逛街只阿金妈竟然拄到阿妹呢？阿妹敢毋是已经死啊？啥阵来阁出现呢？小连帅离奇鬼怪案情，真相到底是啥货呢？这毛一向了事如神的杨生，感觉愈来愈晦气啊！这么怪咖的女孩子，怎么会发生这么凄惨的事？哇，日头底要落山吼，会咱再进来转吼。嘿，啊无啦，不管伊来顶啦，暗来吼，对着阿云的鬼魂吼，对啊，就真艰苦，真凄惨哦。小蛋，小蛋，小蛋嘞，你讲什么阿梅的鬼魂？这什么意思啦？你唔知哦，阿梅的鬼魂吼有降生啦，讲要让本官啊不得安宁啊，啊昨暝吼。我嘛看到伊个啊！啊！你无听你讲哦，杨生啊，啊你也无代志哦，你嘛较早转去个啊！不爱，我阴暗要掠鬼，啊你来甲我斗三工哦！阿妹，明明都看到阿妹的人影，哪一下都无看到？哎，阿妹的手骨呢？阿妹啊，阿妹，阿妹，阿妹啊！不管你是人还是鬼，你嘛就要出来跟我见一下面呢。我知影吼，保证不是你害死的。你若跟我见面，有啥物冤屈，我会替你洗清啊。阿妹，阿妹，土狗人啊！敢讲阿妹你无死？阿妹，你要去倒位啊？阿妹，等我啦，阿妹。到底阿妹是人还是鬼呢？伊小连帅一直吓惊这村民，要吸引杨生的注意。敢讲保证死，伊有啥物不为人所知的秘密要讲予人知呢？赶紧要找出线索，杨生，火柴枪也已经发觉其中的蹊跷。真是是你哦、喔，你无死哦、喔！哎呀，你放开啦！你是谁啊？怎搞到的？哎、欸，阿妹啊，你袂认得我哦、喔？迄天，我才破去哦，啊，你甲我补的，你袂记啊？你是阮阿姊的朋友？恁阿姊？好啦，看你是阮阿姊朋友的份上，我就甲你讲，
我叫做阿月啦，是阿妹的小妹。阮两个人是相生啊。哦，原来恁两个是相生啊，无怪生出这样尔同款。不过，你是安来要存鬼来吓惊人呢？阮阿姊是去互冤枉的，这口气叫我要安怎吞忍啊？啊，你讲恁阿姊去互冤枉的，你敢无证据？我是真无证据，也毋过这其中一定有问题。哦、我会记得阮阿姊死的迄天，阮爸派管家来阮家，甲阮阿姊订一批货，也阁有指定一定爱阿姊暗时送到宝城遐。迄个时阵，我看阮妹的手巾仔嘛剩无偌济，所以我得去把庄配一寡货转来。谁知影我一转来，就听到阮阿姊去用无偌讲害死宝正，因为阮阿姊去用无偌讲害死宝正，搁死了真意外，所以我决定要替阮阿姊报仇，唔只会叫做死鬼。也毋过恁阿姐即卖死底哦，毋知伫啥物所在，这实在是足困难的呢。阮阿姊已经去我落葬啊。啥？这是安怎讲嘞？伫个我知影，阮阿姊的尸体去用哥哥破除了。迄天暗时，我第一件家己落葬啊。阮阿姊死了实在有够可怜的，我求你。我叫你替我拿去洗钱完了，好不好？你紧起来，你紧起来，你哪呢？其实吼，我嘛真想要替阿梅洗钱伊的冤屈，也毋过到即卖为止，一点仔线索都拢无，我嘛毋知要安怎才好咧。哈，连你嘛无法度。这啊，我有办法啦。请问，有鬼啦！有鬼啦！少爷，这有鬼啦！少爷，什么代志？小我讲讲啦。你看，鬼啦！啊，阿妹，你，唔免惊，唔免惊，这位姑娘呢，伊叫做阿月啦，是阿妹的双生小妹啦。原来是安尼哦，我看生出这么神了。恁两个来找我，有啥代志是无？在下有件代志，想要麻烦你。有啥代志，紧讲。我即卖已经接受阿月仔的委托，要来替阿梅来伸冤。还佫有呢，保证大人，伊方毒死这代志啊，疑点重重，有需要检验伊的尸体哦。你凭啥物检验我爸爸？凭我以前哦办案的案例啊，这大家拢知影嘛。保证大人哦，防毒死这个代志，这若给我来检验吧，一定真相大白。我再讲啊，保证大人，伊防毒死这个大案件呢，哪会来啰啰嗦嗦，大咧煞煞去的，啊，敢毋是嘞？多谢你的加保，不过我后摆已经落妆啊。哈，这么紧哦？哦，安尼都要开棺验尸咯。刘星啊，你会感觉你也就是过分啦。唔通安尼讲啦，唔通安尼讲啦，只要来当开棺验尸吼，就当真相大白嘛。你即摆已经是保证大人啊呢，敢讲百姓啊有啥物冤屈，你无想要查清楚是？好，我答应你，看你阁有啥物话通讲。请。哼。小爷，我看到一支铁钉啦。对啊。哎，那有这根红钉嘞？哎，这个铁钉的代志真奇怪哦。小爷，唔好啦，老爷尸体变白骨啦。哪有可能？我爸才落葬几天，哪有可能变成白骨啦？阿伯仔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王师傅来，无来，这么重要的代志，伊哪会无来？
竟然敢拢无看到阿文西，拢唔知走去哪。阿文西，你阁真捌代志，钱摕到就是走到远远远的。啊，阁有啦，阮阿爸的尸体都已经变成白骨啦。我看杨经理啊，今麦是要安怎验尸？杨先生，这些害啊，宝姐的尸体已经变成白骨啦，啊是要安怎验尸啊？这些唔得尸不对症啊！杨先生啊，我已经叫你去开棺啊呢，无你嘛讲讲嘛，阮阿爸是安怎死的啊？好啊好啊好啊，等我验尸了再阁讲吼。安怎？你讲袂出来？那咧就莫怪我无客气。你黑白讲话，慎重大家开关啊！佮了人阿爸的亲情，这条线看我要安怎甲你算。阿你啊，快点去！小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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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蛋。好，安尼硬要甲我拗落去，你知无？嘿，好，我佫有一个办法啦，会当证明保证吼，伊毋是去中毒的。你要安怎证明啊？你甲看，迄保证头壳顶的头毛吼。迄内面有尸虫，迄身躯若中毒的人，哪有可能尸虫嘞？那呢？宝姐是安怎死的？迄就是因为宝姐的头壳顶吼有臭臊味，啊臭臊味呢会引起火神去遐闪，才有这款情形啦。哼，阮阿爸死的迄天，大家拢看到啦。而且伊的身躯根本就无伤痕，嘛无血，伊是去用毒死的。啊，怎么啦呢？保证吼，伊毋是去用公司的啦，迄若去用公司会流真侪血啊！迄保证吼，就是用这支啦，保证就是让这支火烧铁钉啊，对头壳甲插落去来死的啦，无流血，有臭臊味了尔啦。那呢，阮阿姊毋就是去用玩弄的？无错，非常好。我明明就亲目睭看着阿梅手提毒药啦，你莫讲。一支铁钉仔，你就想要还人哦？无你是当作我三岁囡仔是无？我也是看你哦，比三岁囡仔还佫较戆哦。你，莫安尼气喘喘啦，我佫有一个办法哦，会当证明讲保证吼，毋是中毒的啦。是甚物办法啦？猪骨验尸。滚落啊！滚落啊！滚落啊！哎，大家免客气，免客气，挖过来，挖过来，挖过来。有心啊，无你担心啊，是当作要食饭是？这你都唔知影，我是要大家看清楚哦。这保证大人啊，是唔是去用偷袭啊？有心，你煮白骨到底有啥物用意啊？哦，来来，我才有一支银针，吼，啊，恁大家看详细哦。这个头骨这顶啊，确实是有毒哦。一个人啊，若是去中毒啊，伊的骨头用水落去滚，迄毒素一定会走出来的啦。啊，保证大人呢，伊是去用偷袭的，迄偷袭的毒素是会穿肠而过呢。安尼这顶，我即马试予恁看卖啊咧，吼。你大家看好清楚，这个银针并无反乌，表示讲无毒。那呢，我所想的都无唔对啊啦，表示讲这顶的骨头水啊，并无毒。那你保证，伊就唔是防偷袭的啊。阿梅，伊就是冤枉的啦。啊，那是台西保证迄个凶手啊，就是用火烧铁钉啊，迄个人啦。火烧铁钉啊！啊，哪个凶手是啥啊？这我哪会知影？也毋过啊，这样证明讲问答啦。你无缘无故，你冤枉阿梅啊啦！你以后目睭吼，上好是闭较紧的，唔通随便吼，都冤枉好啦。阿华啦，阿华啦，哎，你是查某囡仔，哪会安尼做？这款代志哦，以后都给我就好啊。阿华，来走。小阿弟，干啥？你有事啦？你搞会记？
尤先，咱今找几日工，拢找无上手，搁安尼落去吼，嘛毋是办法。你敢有其他的办法啦？其他的办法是有啦，也毋过。也毋过，啥物啊？这个办法哦，真冒险啦。到底是啥物办法？夜探楼房。小汤联合管家无害保证，事后把管家杀人灭口，我错啊！以死谢罪，阿木绝笔啊！哪会安尼啦？哎呦哎呦！我千交代万交代，阿木是杀人犯的，叫恁甲我顾好，结果咧，顾我去弄病死。各位，恁拢看得真清楚哦，阿木啊就是杀人凶手啦，这个案件就到这结束。干嘛呢？笨蛋啊！你又搁冤枉死人啊啦！我看吼，你是啥物拢袂晓啦，干来遐冤枉死人尔，你无效！你甲我点去，你就甲伊后壁讲尔啦。哎呀，你干来遐欺负死人尔啦！你敢毋捌听过？人咧讲哦，死者为大呢。你嘛拜托咧，人情物一拢伫个，你无看到是无？第一，壁上的血书啦；第二，阿母的头流血啦，迄毋是东西，迄是啥？案件已经清清楚楚啊！你搁咧讲啥？哎呦，笨蛋啦！这若去办案哦，都爱较用心的啦，袂去放过任何一点点的线索啦。你敢若看到阿伯个头壳流血，就讲伊是弄病的哦。嘿，无你到亲目睭看到啊！啊你，我安怎？哼！哎呦，这个阿伯啊吼，明明就是去用害死的嘛！你看伊的身躯啦，哦，全水泡啦！你看伊的指甲啦，哎呦，拢翻乌啦！哦，哎呀，目睭，哎呀，嘴唇，啊，嘛嘛嘛拍破去啊，流血！你看，哎呦，哎呀，喙齿哦，把布人嘛破去啊！你看伊的耳啦，真甲安尼啦，哎呀，这个不断，你看，破甲敢若面具的啦！这一看吼，知影有风切过啦，也毋过，你看伊的目睭，啊，看伊的鼻腔。还有五千斤血呢，哎，那是安尼吼，敢若有一罐毒，也共毒到安尼啦，迄就是哦，砒霜啦。哪有可能？阿母明明就是弄病死的。哎呦，迄阿母头壳一空哦，迄毋是伊死的原因啦。阿母也是足可怜的啦，伊绝对是死目不愿客啦。阿婆伊目睭客客，哪有死目唔愿客？干嘛呢？鬼啊！你看，这就是哦，恶人无大啦。女生啊，这变成黑叔。阿华啦，你明仔载唔是透早就要去拜阿姊？即嘛时间无早哦，我要回来休困啦。啊！你若好卡早回去休困咧，行啦！是安怎？杨生看到火速了，都歪头要走呢？这到底是安怎着的？敢讲火速内底已经透露出什么线索啊呢？我的目的，就是无爱打草惊蛇，因为我一直感觉真奇怪，是安怎？我认为阿伯啊，甲保证有关联的时阵呢，阿伯啊，都去用台死，这一定有问题在的啦。嘿，阿伯啊死啊，这个线索搁无去啊啦。阿元啊，阿妹落葬的时阵，有啥物奇怪的代志无？奇怪的代志，我会记得，迄天我回来，就听到阮阿姊是因为畏罪自杀的。实在是不敢相信，一向拢真乐观的阿姊，伊会安尼做。也毋过尾啊，我嘛是一直拢等无伊，惊讲迄个尸体，若真正是阿姊，迄要安怎？所以，我就去劝阮阿姊尸体已经破厝，把尸体掏出来。也毋过，我敢若无发现啥物奇怪的代志。你确定你带的是恁阿姊？阮阿姊烧到安尼。我是要哪认得出来啦？
杨生，有啥物问题啊？恁阿姊的死因真可疑哦，假使咱来开棺验尸，你就见怪了哦。这是一个查甫死的。什么啊？这是查甫的。嗯，我跟你讲哦，迄个查甫的吼，一骨头有365支啦。啊，那查某的是367支啦，迄加两支的。啊，这个查甫死呢，316支，所以呢，摸唔着，伊是查甫的。哪里我哪几人诶？敢讲，搁伫个宝姐遐？靠！这死笨蛋！阿元啦，哎呦，啊你啊徐洪公公是要走去倒啦？稍等下啦。是安怎？阿梅的尸体会变作查甫呢？啊，这个查甫又是谁？案情离奇怪异，愈查愈复杂。到底背后真相是啥呢？就伫这时阵，又搁有料想未到的代志发生啊！奇怪，这个人是谁啊？怎麼這樣鬼鬼祟祟啊？回去看看啊。这个人怎麼會對保證人家像這麼熟？人诶，人哪会无去啊啦？我这个残，抬起你的用手，阿元啊！自从阿元啊死了，杨生一世地去找线索，但是拢变无了。最后只好过来查一库叫火烧鬼尸体，看卖死者的身份是毋是当透露什么消息。不过叫火烧鬼尸体，村民嘛无得通分辨呢，无然我都提供什么线索？文公。我重要大事要找你啦！啊，你就是管家因阿爸嘛！啊，找我有啥物代志先？哎呦，煞唔知这几天吼，阮囝拢来甲托梦咧，讲伊死啊足凄惨哦，死目完客，讲伊是去互火烧死的啦！这敢阮囝？你讲这是你囝？你看好清楚，你看好清楚哦！阮囝无唔对，托梦讲伊是后悔小事，啊，阮囝嘛狗仔，啊，这人嘛狗仔，哪会遐拄好啦？唔对，阮囝已经落床，哪有可能伫遮啦？我囝哪无去啊？阮囝咧，哪无去啊？好厉害啊！你竟然也来一套偷天换日啊！啊！安尼拄只迄明明就是阮囝，可恶！天啊！安尼敢有天理笑？人好害死啊！连四天都唔放伊煞，啊！我这阿家你我歹命啦！好，你也扛起来。到底这是安怎丢呢？敢讲这具尸体竟然就是管家呢？
原来是安尼，现在怎叫火烧呢？小雅，是你叫人出来，就是关键。这哪有可能？杨生，杨生，杨生啊！那突然间发怒，敢讲有啥物代志？杨生啊，大胆，我直接叫馆长的名。哎呦，杨生啊，啥物时阵请保镖啊？哦，都个真有计策呢。啊，伊搭滴仔去吃唔错啊，换做馆长哦。哇，才几工无看尔，赚大钱吼。嗯，真正西装伫你的身上。唔正搞的，阁真有范咯！哎呦，你唔知死哇？何神对人民噶？无要紧，无要紧，不低价无济，你甲放开无要紧。是。啊，你是啥物人？杨生，你莫甲我讲酸笑啊！我是拍家阿金啦。我有一件非常重要代志要甲你讲啦。是啥物代志？唉，拢怪我就是太小贪啦。做工钱，我伫拍架时阵，无意中拄到管家被人杀害。管家，你先进前甲我讲，杀人都是稳当。阿金啊，无大事呀。阿金啊，你敢会想小贪吗？你是凭啥分阮阿爸的财产？凭啥？就并保证是你甲管家共谋杀害啊！也阁有，你杀害管家袂巧，就并这两点就已经有够啊！阮阿爸的死甲管家的死，甲我一点仔都无关系。迄是阮阿爸，我哪有可能将伊害死？大家拢知影，你只不过是伊的客囝，一点血缘关系都拢无啦。保证会去让你害死，我这一点仔拢袂感觉意外。好，你讲人是我杀的，你有啥证据？管家要死之前啊，已经将所有代志拢甲我讲啊。而且，迄一天虽然你面红条，也毋过你颔仔滚即粒棋，我是看一清二楚啊。你讲啥？我听无啦。听有听无，拢无啥关系啦。只要文达少爷会当摕淡薄仔钱，我就袂讲出去。可管家到底是啥公司？怎样啊？考虑了如何啊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啊！你要怪台怪你想小贪吗？跩钱你也用袂着，去死啦你！啊敢甲我做对，找死！代志的经过就是安尼啦，好佳哉哦，我好高命，无死啦！你受伤滴，莫讲受济话，带去休困。是。唉，我还未来遮进前，就听讲发生真济命案。也阁有寡妇所发的寡言呢，也拢无用伫百姓的身上。啊，保证会来死，这嘛疑点重重。我若要办这案件，我都袂去打草惊蛇。一鸣公，请你保庇我，将这案件会当我查一日查清清楚楚。馆长，你总算来啊！即马开始，案件都换你操烦了。就伫馆长双手合十，向阴阳公祈求帮助伊早一日破案的时阵，想要到冥冥之中，
馆长的脑海里竟然出现了这段日子以来，怎啊来说发生过代志内容起咩？我馆长要给他所有案情啊！多谢阴阳公指点我。杨生感觉讲文丹杀害保证这件代志有真侪可疑之处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就是无法度看出有任何的破绽。这天透早，杨生就来到保证墓前，要来查看。不过大人，你要找阿文失踪了。哦。不过大人，我找一个看官啊。不过大人，捡到一个七彩的剑甲，这样吗？真是有问题。这老狐狸呀，啊是要瞒天过海。行，是是。到底杨生伊是看了啥货呢？敢讲保证这件白骨之案另有玄机呢？到底杨生想到头壳要白起的时阵，想袂到去后面的胡人人所靠近阿梅，竟然家己逃脱，走来庙要找杨生呢？杨生，我总算找到你啊！你是阿梅？阿梅，奇怪，见我的见书呢？阿姐，我来阿姐，阿妹啊，那阿丽，阿妹是，你来做阿妹是去，你比这凶些。啊，一跟我无关系，我是去用降温去的。我醒来，我就看阿梅死在遮，敢讲我手提这個，等于证明讲我是杀人凶手。你手提这个物件，你讲你不是凶手，无你是啥？这个房间是保证的房间哦。在阮阿伯入来之前，门是内面锁掉的，只有你跟阿梅在遮内面。你若不是凶手，无什么人才是凶手。搁再讲啊，照我所知影，阿梅伊早就来消息啊，是安怎？你来讲死者是阿梅嘞？这，你看讲袂出来哦。对啊对啊，因为我拄则伤过紧张，一时才会讲唔对话。敢讲讲唔对话嘛有罪是无？讲唔对话是无罪啦，也毋过啊，太人就有罪啦。你到即马还阁唔承认？你要我认啥？敢讲你敢有证据讲人是我杀的？啊？你要提证据？安尼好，我就提证据予你看。你大家看麦啊，锁匙伫遮啦。这个锁匙，就是我伫文达的落地内面摕出来的。你莫乱讲，这锁匙唔是我的，你莫想要诬赖我。是安怎？你会讲我诬赖你咧？安尼，我颠倒要问你，你以前诬赖阿梅，告阿梅杀死保证，你是毋是用这个方式来瞒骗大家呢？原来当作问题，嘛是趁证人无注意的时阵，偷偷将锁匙下保证落地啊，才来诬赖别人。哦，我知影啊，一定是你，是你想要替阿梅脱罪，才设计我的。你讲阿明是杀人凶手，敢讲的是我？那是我老爸嘞，我老爸才死啊！根据我的调查，你真早以前就咧销售恁阿爸的财产，你会杀死恁阿爸，我一点仔都袂感觉奇怪。我听你阿爸讲，我讲我无杀人就无杀人啦。
人都已经死了，敢讲尸体爬起来，讲伊就是我杀的。我要考劝你，做人啊，唔通受过铁气哦。啊！阿斌啊，你到底是安怎啊？你这个精神，当初你母娘也无死，佮将我送予宝姐当作是恁。是啊，你竟然佮母娘讲我将伊害死，这哪有可能？恁真正是阿梅，伊真实就是阿梅。文达啊，事实已经摆在眼前啊，是安怎你佫唔承认？你就是害死恁阿爸的凶手咧！你是咧讲啥？我啥物时阵害死阮老爸？饭会乱吃，话袂乱讲啦。佮再讲，即摆我上大，你想要顶我的罪，笑死啦！哦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你即摆是保证，所以就会当无法无天？安怎？我是保证是事实啦，除非比我大的官才会顶我的罪啦。那你穿啥物西装，去食就是去食，你凭啥物顶我的罪？哦，比你较大的官才会当顶你的罪？嘿嘿，这是你讲的哦。安尼好。来人啊！将我官长的官印摕来。你真实是官长？无唔对。官长嘞？你甲我讲，你是安怎要杀死恁老爸？还佫有官家、阿婆、佮阿华啦？这三条人命，还佫有官府，所发落来官银拢无去啊！这一项一项的代志，你会甲我交代予清楚？大人啊，我真正是冤枉的。大人啊，我真正是冤枉的啦！你真大胆哦！代志到这个地步啊，你还佫唔承认？敢讲你还逼我用重刑审？啊，大人，莫啦，我讲就是啊啦。好，啊你紧讲。大人，代志就是安尼。因为我欠了真侪缴械，缴账的人一直甲我逼，逼到我走投无路，所以我才想要跟阿爸讨钱。谁知影，我阿爸不但无甲我斗三工，顶多一直甲我骂，害我足生气，所以我才想讲要甲杀死。因为靠山，庄内的修行真歹，官府拨两三条进债银两，拢总去阮阿爸吃去。无外久，阮阿爸接到官府发落来公文，讲是要来查销。阮阿爸一惊，竟然想要用诈死这步来脱罪，而且爱我甲配合，所以我就叫管家找阿梅来，报一个局，把大家叫做是阿梅害死阮阿爸的。后来我小贪阮阿爸的财产，就想要将计就计，把阮阿爸害死。所以我叫管家联合阿文西，想要来假戏真做。我先叫管家把瓜贼定死，了后我阁请阿文西提化骨水，把阮阿爸尸体化掉，想要取伊的性命。哼，我本来想讲安尼做已经是天衣无缝了，想袂到我规间厝内超透透，根本就无影影。代志经过就是安尼啦。你无老实讲哦，若是安尼，火烧铁亭的代志，你要哪解释？还有，遐要救一个官员，又搁走到倒位啊去？还有官家、阿婆、阿外啦，伊三条人命，你又搁要哪解释？大人啊，我真正唔知影啦，怪怪，一定是阿爸摕去藏起来。还有，遐人会死，跟我无关系，真正无关系啦。你大人啊，管总大人啊！我伫内底挑到这首的官员，吼、哦，迄不是我的，迄不是我的啦！可恶啊！证据已经找到啊，你还阁唔承认？安尼好，我就来先保证伊的身主牌啊，看你是要招啊唔招？因啊，伫新丰庙再审，甲押落去，水！大家完蛋啊！大家完蛋啊！正当杨生对文达所交代的事情感觉无够完全的时阵，现场一个性别妇人人咿咿呀呀的动作，让杨生感觉怀疑。要为着要让村民一旦回归较早平静的日子，杨生就将手头遐互人压杂的案件藏咧，甲阿梅来到城隍庙前奉请救济。也突然间变少年的杨生，让阿梅想起了较早迄个白发苍苍的老伙仔。你是安怎一直在看我？我
我的面是安怎笑？无啦，我是看你穿西装，还阁真缘投，想袂到你是一个馆长。敢讲我无参一馆长是？啊，你较早穿的袂输敢那去食嘞？有啥物人会相信讲你是馆长？人讲虎口金针，人靠衣装。我看你也还是穿西装好啊。我敢那参就去食，那呢？一定是阴阳公冒充我在办案。啊，对啦。你今暗时要上保证的新主牌啊，还阁要请阴阳公把保证的分票调出来，你敢相信嘞？当然嘛是真实的啊，你阴暗来你就知啊。我一定会来。啊，时间无早，我先回去啊。好啊，那你先行。优胜的出现，和曾阿头恢复到较早的平静，一切看来好像就真顺利。就想要到到底准备要压胜保证新主牌的时阵，上吊的证人阿梅竟然又阁出状况啊！奇怪，阿梅那阿未来？阿你是谁？你搞？嗯，来人啊，犯人阿来。是，阿强，哎，强，我要杀你啊！你搞我犯规啊！我杀你啊！我真是烦恼，我真无才能啦！大胆谁犯？本官还给你一摆机会，你到底是要吃唔吃？大人啊，我真是烦恼的啦，人我无杀啊，怪我嘛无替，你是要叫我认什么罪啦？你到即马还阁死硬的嘴皮，好，我就调保证分票来跟你对质。阴阳公在上，我有生因为办案的需要，我祈求阴阳公会当调保证的分票来，好顺利审案。保证，你总算来啊吼！你是真大胆，也敢私贪官银，你该当何罪？知道，我看。我哪能看无？敢看我目睭花去？啊！你是要走？快点去！是。你不走啊？想要走？鬼的！乌白来！这搞死人，偷抢官银，上身还阁真侪假代物件。你今嘛，你走倒位啊去？你要创啥？家己抓起！老马，哎，啊，我唔惊，我唔惊，家己抓起！哎哎哎，你怎？我放开，我无钱，我放开啦，我放开！好啊！哈哈，莫阁假啊啦，保证，我早就知影是你啊。我无做，甲放开，甲放开啦！我无做，甲放开。唔是讲伊掠一个分别，后掠遮久的，冇走伊啦。变东变西，我都唔相信有这款代志。等下，我是来弄的，放我啦，等。快！等下，我是来弄的啦。保证，关系三条人命的案情，你爱好我老实甲我招来。大人啊，阿姨明明就是查某，你来讲伊是阮阿爸啦。哼，把伊的囡仔绑落来。水，
啊啊！阿爸，你无死啊？我无咧害死你，唔甘愿死无？唔只惊你，王伟，王伟，我饲你这尔啊侪年，你安尼害我？有事，我让我先说来，所有判决是拢是做，伊要害我，所有国宝财产我全做查某呀，完了袂啦！你讲这话，你袂感觉真好笑？老狐狸就是老狐狸啦，笨蛋啦！其实啊，我是利用你，把这个老狐狸给吓出来，杀人灭口的凶手，就是伊啦。什么啊？阿力，我唔着叫你装笑的。保证，你设计这么侪，让人想袂到的杀人夺金的命案，实在很佩服你真巧啊，也唔过真可惜，你偏偏啊无用这正道，你今仔日啊，才沦落到这款的地步啦。哼，我跟你讲哦，到尾啊，你嘛是要让抓起来治罪呢。人讲轻者自轻，弱者自弱。你讲我是善良凶手，你有证据无？哎，那无卖甘火补天啊！你讲这句话，你袂感觉真见识？自头到尾要侮辱人的，就是你啊！你老实给我招来！你竟然设计我，讲我是台死人，你有啥物证据？我跟你讲，这一切拢是文达甲关杰所做，跟我无关的。你竟然一切全部送给我！你有够卑鄙的啦！保证，你想讲关客已经死啊，你就死无对证。保证，你安尼你就错了。我今仔日若无十分的把握啊，我唔敢甲你掠来吃。今仔日我要让你心服口服。免讲遐尔济，有啥本事，这里站出来。你小贪进宰的官人，后来你知影我要派人来查销，你就想办法。甲文达联合起来假死，哼！但是啊，代志无这尔简单，等到予文达甲管家假戏真做啊！谁知影文达起了贪念，想要乌食乌，私吞官银，所以伊就派阿文西走着化骨水，要甲你灭死。拄好棺材拍开了后，你拄好精神起来，伊就用红灯抬死阿文西，掠下等你棺材。才阁用化骨水甲化掉，来做你的替死鬼。也因为这件代志，引起你对文达的杀机。迄天文达甲管家起了冲突，伊惊讲管家有一天会出卖伊，所以就找阿伯啊，甲管家抬死，谁知影煞去予你发现着。竟然开始关机，了后侮辱和笨蛋。笨蛋小样，你奈心肝这呢浓毒，害我灭。求保证有著要侮辱文达。第一天暗时啊，保证用麻粉烟先迷倒过门的人，了后将阿伯啊给害死，才固步己定，讲阿伯啊，伊是畏罪自杀。保证，我讲的对啊，唔对啊？就是你的啊，实在你要哪讲啦？保证，阿木是予你用砒霜甲毒死的，这砒霜是一个真毒的药啊。迄中毒了后，哪有可能用伊的手伫咧壁个写字，阁写甲遮尔啊精致？保证，你做遮尔啊济代志，嘛有闹到的时阵哦，这就是属于人咧讲的啦。阿能较捌，嘛是有芳啦。这是你家己胡白想想的判断，迄个事嘛是有可能别人去伪造的啊！为何你偏偏要讲我是凶手，要来陷害我，将代志诬赖给我咧？你唔免着急，我敢安尼讲，自然有我的道理伫的。人讲啊，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
今仔日你拄到我，算你衰啦。永兴啊，我问你，到底我有什么事来得罪你？为何偏偏你要怪我？好啦，那呢？有什么证据准备提出来？好，我阁讲一件代志，来定你死罪。迄天，阿我拉去找文达，无意中，予伊来看到你，伊就一路来跟踪，也毋过煞予你来发现着，颠倒予你来杀人灭口。保证，你今晚还有甚么话头讲？虽然你用心去分析着我的罪行，也提出着证据，也不过你敢有材料我？来人啊！等下，阿妹在我的手中，你也放我走，要不我特别让伊无性命。你用得出来啊？原来阿妹将抓起了后，杨生明明之中受到阴阳公的指示，派人去甲解救，啊，这个结果毛保证看个硬气，哼！把他們兩個押下去。所以阿哥又做一個陰點啦，吼，七天啦，七天啦。醫生，多謝你來救我。伊唔來甲我多謝，你應該甲陰陽公多謝。陰陽公，多謝你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劝君自恶莫作。